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汽车 Linux 配套视频，我是沈超老师，在屏幕上有我的微博和兄弟连的官方论坛，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本节课我们继续来讲文件系统管理。上节课呢，我们讲了 FDisk 分区当中的 FDisk 命令的分区过程。那本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自动化载荷FSTP 文件的修复。那上节课我们分完的分区是使用 mount 命令来进行手动挂载，不过我们在 Linux 当中都已经知道，如果是用命令来进行自动挂载、手动挂载，那么一旦重启，这个挂载或者说命令操作的这个结果就会消失。那要想让它永久生效，归根结底是要把它写入文件。那挂载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用 mount 挂载一重启，我的分区就会消失，必须每次都通过 mount 命令手工来进行挂载，这个不符合我们使用分区的使用习惯。当我们使用分区的时候，比如说根分区、home 分区、boot 分区，都是让它开机可以实现自动挂载。那我们昨天上节课这个新分的这个 SDB1 和 SDB5 这两个分区就应该可以实现自动挂载。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自动挂载。那自动挂载啊，归根结底是要写入 etc 下 fstab 这个文件，只要写入了这个文件，它的开机之后，它就会依照这个文件的配置来进行自动挂载。不过啊，大家小心，这个文件是我们系统启动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系统文件，万一把它写错了，有可能会直接造成系统的崩溃，系统就不能启动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学习一下FSTP 文件的修复啊，要学习一下这个文件的修复。那我们先来看看自动挂载。自动挂载之前啊，我们先 mount 一下，查一下，看我们昨天手工挂载，上节课手工挂载的 SDB1 和 SDB5 这两个分区其实已经挂载，但是呢，一旦重启，这两个分区就会消失，必须再挂载一遍才能正常使用。那这个很不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那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依赖于这个配置文件来进行让它开机之后自动挂载。打开看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是这样，上面的都是注释，下面的才是我们系统当中真正开机会自动挂载的一些分区。当然只有这四个分区是我们可以真正使用的分区，主要是根分区、boot 分区、home 分区和交换分区。下面这些呢，这两个是内存的挂载点，我们说过了，这两个呢都是临时的，临时文件的挂载点，不能直接操作。我们能够操作的其实就是这四个分区。那这四个分区大家小心，这是一行，这一行太长了写不下，所以换行了。但是这是一行，那这个总共是六列，也就是六个字段。我们分别来解释一下这六个字段的内容。第一个字段就是这个分区的设备文件名。当然我们在这里写的是 UUID， 也就是硬盘通用唯一识别码。这个地方其实写分区设备文件名 DV 下 SDE 或者用它的 UUID 都是可以的。早期的时候是没有 UUID 的，全部都写的直接写的是设备文件名。但是啊，设备文件名有个问题，比如说我把分区的顺序跟这个颠倒了，原先的 SDA2 变成了 SDA3， 原先的 SDA3 和 SDA2 进行了颠倒。那这个时候或者我升级了系统内核，或者呢我又添加了新的分区，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造成系统的崩溃。原因很简单，它系统是按照原先的分区顺序去进行系统的启动和交用，但是你把分区顺序改了，系统不知道啊，然后按照原先的方法去找，就会出现报错。那 UUID 的作用呢，它相当于什么，给我们每个分区起了一个唯一的识别 ID 号，这样的话系统去看这个 ID 号来确定分区，这样的话你随便去改它的分区顺序，但是分区的 ID 号是固定的，我只要来查询 ID 号就可以知道你的分区到底改没改顺序，就算改了我也可以正常使用。所以说有了 UUID， 我们的分区的使用和修改就会变得更加灵活。但是如果你非常不愿意用 UUID，我非要用设备文件名也是可以的，但是要小心，如果是做设备文件名做到前面，你的分区尽量就不要再去动顺序了，前后顺序就不要乱去乱动了。那所以说起来还是 UUID 更加可靠一点。
那我们如何查询我们新分区的 UUID 呢？非常简单，其实我们讲过这个命令 dump to fs 后面加我们的分区的设备文件名，假设 DDSDB1 啊，加一个杠 H， 看只看超级块，不看后面的那些那么多内容，要不然找起来不方便。大家就会看到啊，在最开始这里就是这个分区的 UUID， 这个 UUID 应该是固定的，只要你的分区不删了，重新格式化，不重新分，这个 UUID 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直接写它的 UUID，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写 UUID。好，这就是第一个字段 ，etc/fstab 这个文件的第一个字段的作用。那第二个字段呢，一目了然，就是它的挂载点。第三个字段呢，是它的默认的文件系统。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分区当时格式化的时候都格式的是 EST4， 写 EST4 就行了。下面这个 defaults 是指这个分区挂载的时候，它自动挂载的时候使用默认权限。那大家小心，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个权限和我们讲 mount 命令挂载命令的时候所用到的那个挂载表格的权限它是通用的。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想用默认权限，想自己手工来进行权限，可以参考我们前几节课讲的 mount 命令那个挂载权限的那个表格，它们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好了，后面还有两个数字，也就是第五个字段和第六个字段。第五个字段是说这个分区是否在我们的计算机让它自动进行 dump 备份。dump 是我们 Linux 当中的备份命令，这个命令我们后面在讲备份与恢复章节的时候会来介绍。现在你只要知道，如果这个地方写零，代表系统不会自动备份这个分区；如果写一，代表系统每天会把这个分区备份一遍；如果写二，代表这个分区会不定期的备份。那我们看到啊，我们的根分区、部分分区、home 分区，它其实都是在进行每天备份。那既然是备份，就应该有一个备份数据的保存位置吧。那我们来 cd 到根分区下看一下，在根分区当中有这样一个目录 lost find， lost 是丢失的意思， find 是找到的意思。哎，那我们再去看看 boot 分区，也有 lost find， 再去看看 home 分区，也有 lost find。 那这个目录就是我们每个分区自动备份之后的数据保存。小心啊，这里的自动备份针对的是分区，也就是说你这个目录必须是分区才有这个目录，并不是所有的子目录都会有这个临时目录的。哎，不会，只有单独是分区的目录才会有这个 lost 加 found 目录啊。好了，这里就是说它是否自动备份。自动备份，那最后一个字段呢，指的是这个分区是否会利用 fsck 自动进行扫描。我们说了，讲 fsck 的时候我们就说了， fsck 命令不需要大家手工执行，系统会在它恰当的时间之内自己来进行检测。那如果这块写的是零，代表这个分区不自动检测；如果剩下写的如果是其他数字，它代表谁的数字更小，谁的优先级更高，谁越先检测。那我们就会发现啊， root 分区是一，其他两个分区是二。那也就是说系统在进行自动检测和扫描修复的时候，会先扫描根分区，再去扫描这两个分区。大家小心，我们一般自己手工添加的分区，它的优先级都不应该是一，也就是说不应该比根目录要高。我们能够改的优先级应该都是二啊，或者说小于二啊。这就是这个文件六个字段的作用。六个字段，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假设我想让我刚刚的 DVSDB1 分区可以开机自动挂载，那么我只要把 SDB1 写到这个文件当中，遵守这个文件的格式，每次开机系统就会自动挂载。那好了，我为了简单起见，我不写 UUID 了，要不然还得去查，我就写设备文件名 DV 下的 SDB1， 然后呢把它挂载到了 disk 当中，它的文件系统权限是 EST4， 它的这个选项默认的这个挂载选项是默认 defaults， 然后一二，也就是说我们的计算机会自动备份，哎，自动备份，每天备份，然后呢它的扫描优先级是跟这两个分区一样。这样的话只要保存
我的 DEV-SDBE 分区每次开机就会自动完成。大家小心，这个文件，也就是 ETC 下 FSTAB 这个文件，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启动的资源文件。如果这个文件写错，你的启动过程就会出现报错，而且会直接导致你的系统崩溃。所以写这个文件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写错。哎，我说啊，超哥每次讲课的时候给学员都说写这文件要小心，写错了系统会崩溃，但是每个班都有人把系统搞坏，原因就是你把这个文件写错了。还有，虽然你有可能没写错，比如说我让它自动挂载到第四课一这个分区当中，但是我误删除把第四课一这个目录给干掉了，这个时候你去想象你启动的时候系统会报错吗？当然会啊，它会认为找不到挂载点，相当于你把这个文件写错。那为了保险起见，我不应该先重启，而应该干嘛？执行 mount-a 命令。还记得这个命令吗？这个命令的作用是什么？依赖这个配置文件，把我们所有的配置文件里面写的分区都自动重新挂载一遍。那执行这条命令，如果有报错，它就会提示你，最起码你不至于等系统崩溃了才发现，而现在是正常了。好了，这就是如何进行这个分区的自动挂载。那重启一遍比较浪费时间，超哥可能就不重启了，用 mount-a 告诉大家这已经可以自动挂载了，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一直说啊，万一这个文件写错了会直接导致系统崩溃，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干嘛？我们就需要小心，不能把这个文件写错。但是人不是万能的，我确实不小心把这个文件写错了。比如说我故意的把这个一删掉，刚刚是 STB1， 现在写成了 DEV 下 STB， 那铁定会报错。那这个时候大家小心啊，保存，我重启一下。来，这时候就不能用远程了，要在本机来看。稍等片刻，我们看看它是否真的会进行报错。稍等片刻。哎，让它启动。好，启动过程出现了。好，稍微等，看看它到底会不会报错。好吧，大家如果看到的话，这块写的是 failed 的错误。什么错误？大家如果仔细看看，去这个文件 SDB 在这里找不到这个东西，不能打开，不能正常使用，有一个典型的报错，系统已经崩溃。但是别太着急，这块有提示，给 root 的密码，给这台计算机输入 root 的密码，或者用 Ctrl 加 D 进行这个重启动或者继续启动，好像还有戏。那我们尝试输入 root 的密码 ,123456。哎，我居然又看到了提示符界面。那也就是说这个报错其实是可以修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去 VI 重新修改这个文件，把它错误信息改回来就行。但是仔细看这个红字，你再改一个只读文件，这个文件不能修改，看着，修改页，跟只要写弱是不能保存的，哪怕加强制也不行。那说明什么？这个文件是不能修改的，虽然我是 root， 但是没关系，不要担心。我们讲过 mount-o 重挂载命令，那是因为啊，我们这个分区在报错了之后，它挂载的时候没有把它挂成读写权限，而挂成了只读权限。这个时候我只要重新把这个分区挂一下，挂载成读写权限，就可以解决刚刚这个报错。那也就是说，我只要 mount-o remount 逗号读写挂重新挂载根，这个时候再去修改这个文件就不会有问题了。哎，小心，这个时候看啊，它就不会再有报错了，我就可以修复这个错误，然后再重启，你就会发现系统可以正常启动了，而且 SDB1 分区变成了开机自动挂载。哎，这就是我们讲的，如果一旦 ETC 下 FSTB 这个文件进行了报错，我们可以在它的启动的时候输入密码，然后通过重新挂载把写权限挂进去，然后进行这种文件的修复。不过大家小心，
这种修复方式可不是万能的，可不是万能的，它能修复的错误只有一种，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这个文件报错的时候，才会看到刚刚那个提示，要求你输密码。哎，所以说，这个还真不是 Linux 当中常用的修复模式，这个修复只用在这个文件报错的情况，只用在这个文件报错的情况。而且我们也说，这种报错它不是万能的，原因很简单。好，现在起来了啊，我们重新连一下，看着重新连进去了，然后 mount 看一下，哎，大家会发现 SDB1 自动挂载，但是 SDB5 没有，因为我没有写 SDB5。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小心这种刚刚那种修复方式它是有局限性的。首先，那种修复只能修复这个文件报错，只能修复这个文件报错。其次要小心，如果你是把根分区这一个字串改错了，它就会连刚刚那个错误提示都不会让你看到，系统直接就会崩溃。原因很简单，我要看到刚刚那个报错，我的根分区必须是正常的才可以。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连根分区都给我乱写了，那系统就彻底崩溃了，你的刚刚那个修复都已经不能进行了。所以啊，还是这句话，修改这个文件的时候一定要非常仔细，要不然就非常容易导致系统崩溃。好了，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这节课我们讲了如何通过 UTC 下 FSTAB 文件让我们的分区实现自动化载，然后我们又讲了一下万一把这个文件修复错误之后该如何修复。好了，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下节课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戏说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